就是很好笑。OK， 这是舞龙舞狮，是不是？对，刘飞墨。这什么？他还在画，还在画。这个蛮漂亮的，很棒。汉为什么画汉堡啦？汉堡。OK， 我觉得这个很棒，但为什么兔子人是水车？这个谁画的？这好可爱哦，这很可爱哎。好，赶快我们弄完，我就来处理一下。